都是一样的染法，但是由于它这个树本身有大小，所以它有层次的。调第四种，第四层这个树的染法，这个染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我就要颜色上就有变化。你比方说，像这棵树，这个树和后面的背景，这后面的背景是比较浓的，那我这个树我就比较染得很浓，一染如果一染浓，它们两个就大家分不开了，所以说我这个树我该怎么办哈？藤黄加点白色，这也是我们画面最亮的一棵树，就要亮起来，这就叫反衬法。它后背景比较深，那我这个地方我就染得比较亮。哎，大家看，是不是这个树一下就亮出来了？后面哎一下伸进去了，这也好看的。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加点珠标白色。比方说，就是开始染的这一层，我们再把它加的更厚重一点。哎，你看它会更亮一点。然后加了以后，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加点三绿，比如说也就是三绿加藤黄加点白色，这个颜色也是很亮的，但是它没有这个树这么亮。好，你看我这样子加上去，它也是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目的是为了把后面衬出来。好，这棵加了，后面的树呢，也不能说是每棵树都是一样的颜色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后面的树有些该浓的就要浓一点，它要和后面的环境色融为一体，